天在这里看日落。找个头。行，像咱们这个窗户朝那边。哇哦，这太阳太爽了。OK， 充好电了，咱们用那个 GoPro 一会儿要去拍那个岩石，拍太阳下山的那个岩石。咱们要用新的电池，大家都知道那个 GoPro 的电池非常不给力，所以用那个新刚充好的电池。现在风有点大。烧一壶水，泡杯茶，然后咱们来边喝茶边看日落。哎，不行了，那个太阳被那一大团乌云挡住了，所以今天看不到完整的日落了，真可惜哈。不过能看到那个太阳上面有一个光晕，还蛮不错的哈。好了，水已经开了，咱们关火，就泡一杯茶，我一个人喝就够了。现在太阳也看不到了，咱们可以收拾去找露营地了。虽然太阳完全下山了，然后大家看这边，上面是月亮。